冷呢？吃饭。哦，租了大台的 iRent。哦，就要金刚鲁那个吧。义大世界，它义大是什么意思？就叫义大，名字就叫义大。是免费停车。一所大学呀，刚刚。啊。义大游乐世界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高雄的义大世界里面。哦，从台北到高雄，感觉一下子就到了夏天，超级热的。还好今天没有太阳，还是阴天，还有点风，没有到暴晒。这是我们为期3天2夜的一次高雄之旅。为什么到高雄呢？因为我老婆在高雄有十几套房产。啊，有100套，没有，我乱讲。啊，对，就是想到南部来看一下，因为看天气好像南部比较好。然后，因为我之前来过高雄，然后有一个旗津半岛的地方我没有去过，蛮想去的，因为那边博尔特区啊、艺术特区我也蛮喜欢的，所以就选择到高雄来玩一下，也带我妈出来我走一下。这个乐园好像我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，好像不是很大的样子，因为那边就是购物广场，那边是购物广场这个建筑，然后乐园就好像这里一块，然后还有下面室内的地方，这里是一个地中海式的教堂，蓝白教堂。哦，对，下面室内好像有蛮多小朋友的游艺设施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这个教堂看一下。里面有人在拍照，好像就这样子可以看到，啊，就这个这样一个教堂，对。其实，在台湾有一点就是很方便，就是小朋友像我们妹妹现在是四个多月就敢带出来随便走，因为每一个城市的基础建设啊什么的都蛮发达的，就没有说台北比其他地方要特别好，然后生活特别方便，这样就你到其他一个城市，像到高雄啊，或者是东部的台东那些地方，它都有什么药局啊，基本的药局啊，然后诊所都配备的很完善，所以万一有一些突发状况的话，也比较容易处理。像妹妹万一有一个什么感冒啊，什么发烧，都是比较容易处理的，所以很放心，就选择哪一个地方都很放心。然后像去大陆的话，有一些城市需要做功课，那个城市的儿童设施啊，然后有一些医院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自然环境啊什么，都要去做考虑才敢去那个地方玩。哇，张亮，你看一个独眼巨人。哦，特洛伊木马。这边下面还有很多场景，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场景？众神之战，哦，阿波罗神殿，有那个蛇发女美杜莎，这场景做的蛮有趣的，好像游戏世界。然后这边，哦，这边这个来了，哦，它还有一个大火龙。哦，这边是游览空中缆车，这边是过山车，这边是大火龙，这边是特洛伊木马。这个神秘的城堡都是室内的。哦，雪花冰城堡。
啊，这里是餐饮都有。哦，超好吃的啦，应该。可以。他不要紧。滑翔伞还可以踩脚踏车，游乐园的接驳车。阿慧跟妹妹同算一位，算算个 U 字形的地图。我们刚刚去这个城堡里面，看上去外面不大，但是城堡里面小孩玩的东西超多，有好几层楼，几层楼，五六层，四五层楼。但是壮壮都不能玩。对，天旋地转，最火热的项目，小朋友没办法玩。今天学生好多。这个是义大乐园和义大购物世界的停车场。我们刚刚是从停在300多号，340几号，现在开了200多号，然后前面还超长一段，好大一个停车场。这个是我们的啦，有那个婴儿床。看一下，这是这个房间要这个床要靠起来的，婴儿床、澡盆，还有热奶器对吧？洗奶器。一样。我一个人睡这么多，对。壮壮今天跟奶奶睡。那壮壮，你跟奶奶睡。好。你跟奶奶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酒店阳台的视野。这个地方感觉蛮安静的。这边叫饭店，不叫酒店的。哇，这里是义大天恒酒店的儿童乐园、儿童游乐区。我对壮壮来说简直是天堂，比义大里面还好玩。真的比义大还好玩。还有独木桥，然后那边有滑梯，然后那边小木屋，那边还有那个车子可以坐。然后这边有那个磁力乒乓球，这个是什么旋转木马？这是白色的旋转木马，这里有真的小木马。然后这边城堡背景，这边是沙滩，然后还有好多什么小桶、铲子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可以省下600元的义大门票，义大里面他都不要玩，还在这里玩沙子好。为什么这里是上海的地图？不是上海的，是他是谁？他是上海人吗？一个商场中央的滑梯，一层楼、两层楼、三层楼、四层楼。这个东西我在台湾好几家小朋友玩的地方有看到过，就是这个东西我在大陆是没有看到过，可能也是我没有注意，但是台湾就是包括亲子馆我也有看到过，然后核心诊所就是儿童诊所也有看到过，现在这边壮壮玩的小朋友区也有这个东西，是救灾，就是突发情况然后可以从窗口掉下去用的，好像是
可能跟台湾比较多地震有关系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设施蛮安全的，就是感觉它有考虑到安全性这样。这里要来义大，这里的千万记住，每周三都是有很多东西优惠的，像这个挖沙，刚刚段段玩的挖沙就是优惠，然后像这边这个摩天轮，它顶上的摩天轮也是免费搭，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滑梯也是免费的，好像周三的话，对。这边商场真的超多玩具，除了买东西有很多品牌，真的很多品牌之外，然后像这些幼儿玩的，然后还有那些电动啊，就是比较大人玩的那样都有，投篮机啊这些，简直到了一个可以忘忧的天堂一样。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商场，今天是周三嘛，可能平日的关系人流量真的不是很多，除了好像有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这一次在附近，包括那个义大乐园玩还有在这里出现，其他真的没什么游客，不知道这个商场能撑多久。这里还有超大型的这种儿童游玩的装置，哦，还有攀岩，很综合性的一个商场。这也跟花莲那个叫什么，有点像，比较这里大多，最大，但这里还便宜，对吗？对啊，废话。高雄第一天的重训终于要结束了。我们回来了，好累。从内门进入了。啊，内门进入，这里不开。好，拉力赛冠军，体力最好的，晚上还玩得动。终于回到酒店的房间了，今天真的是忘忧的一天。从义大乐园里边的。全年龄段都可以游玩，然后到那个义大商城里边有很多亲子设施，真的是看到一些学生啊什么都是无忧无虑的感觉，但是啊，等一下还要帮两只小的洗澡，然后还要洗奶瓶，还有很多事情，成年人的悲哀没办法忘忧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就是台湾的，不知道是我老婆订的这些住宿是这样还是差不多所有的住宿都这样，反正我们出去像这些饭店啊都会提供那个婴儿澡盆，然后这里还有提供婴儿床，还有那个奶瓶消毒器，这些东西就真的很方便，都不用带。像我们第一次出去带壮壮出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自己会备那个充气的澡盆，然后有那个吸奶的东西，现在都知道了，这些东西一般饭店你跟他提醒跟他备注一下他都会提供，就很多饭店都会提供，所以这一点在台湾出游的话是很方便的，可以省去家长很多心思，就这点还蛮好的。然后包括有一些商场有那个哺乳室啊什么的，泡奶啊换尿布都很方便啊，可以省力一点，出来少带一点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这个小的今天一天白天东看西看也没有睡，然后现在抓我的衣服吃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们准备洗澡睡觉了。跟大家拜拜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